卧槽，当林志炫砸烂凤凰传奇的饭碗之后，玲花才意识到大事不妙。没有人比玲花更懂《麝香夫人》这首歌，直到林志炫和曾毅的出现，这首歌却成了玲花一辈子的噩梦。起初凤凰传奇在受邀参加这档银综的期间，林志炫的强势杀出也令他感到了危机，因为凤凰传奇也很担心林志炫有一天会抢走自己的饭碗。可让玲花感到庆幸的则是，自己这首歌终于在12年后彻底翻红了。起初在凤凰传奇刚出道的那段时间，他们也曾用1年的时间去打磨这张专辑，可由于最炫民族风彻底冲烂了广场舞市场，这导致其他的主打歌就此埋没。然而令凤凰传奇都未曾想到的是，伴随着网络视频的泛红，《麝香夫人》这首歌才逐渐走向大众视野。